各位好，今天继续跟您聊聊和幸福有关的事儿。咱们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份长久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可总有人说婚姻那是爱情的坟墓，因为爱情是两个人卿卿我我，婚姻呢除了柴米油盐这些生活琐事，有的时候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怎么为爱情保鲜，怎么经营一份幸福的婚姻，这是每对夫妻结婚之后都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就通过两对夫妻的故事来寻找答案。我们先认识的这对夫妻啊，丈夫的名字叫张新宇，妻子的名字叫梁红。2014年2月25号晚，在距离北京2万多公里的南极，37岁的张新宇和35岁的梁红结婚了。这是中国人在南极举行的第一场婚礼，而这场婚礼源于张新宇小时候给梁红许下的一个承诺。他说一直记得我对你说的话，不管是初中对你说的，还是你上大学咱俩去讨论那个问题。他说我说过我要给你不一样的婚礼。我说在北极求婚，在南极结婚。张新宇和梁红都是北京人，30年前两人读小学时相识，一直是同学，高中时谈起了恋爱。高中没毕业，张新宇就去外地当了兵，梁红之后考上了大学，但距离并没有阻挡住两个年轻人的爱情。1998年，张新宇因一场车祸面临被截肢的危险。然后当时我也问他，我说：“哎，我腿锯了，你还跟我吗？”“跟，那必须跟啊。”“不行，仗义。”经过手术，张新宇的腿保住了，但是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张新宇没有工作，连生活都常常靠还在校读书的梁红来接济。梁红一个月有200多块钱的伙食费，其中有150到200花在我身上。同甘共苦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梁红大学毕业后和张新宇开始创业，两个人开过饭馆，卖过羊肉串，干过导游，还摆摊卖过豆腐。那会儿我身边的朋友啊同学都会说梁红你身上永远是一股机油味儿。我是一爷们儿啊，让媳妇儿过这样的日子，真是很痛苦。经历过程的时候，磨难越多，可能你日后回忆越多。凭着两个人勤劳的双手，渐渐的他们的生意有了好转，钱也越赚越多，但张新宇却开始感觉到了不快乐。满脑子想的就是挣钱，挣钱就是唯一，买大房子，买大车，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大的车。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张新宇和梁红作为志愿者，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参加了救援。那段时间目睹的生死经历，让张新宇和梁红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这些事儿对我触动很大，让我能更冷静地下来思考我的后半生该怎么过。我们都认为我们还年轻，等我有钱了，我会去完成我的梦想。生活的一种现实状态，把这个梦想都给打压到不知道到哪去了。说我们到底想要什么？真的就是说在银行里不断变化的数字吗？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这个事儿想清楚了。我说那咱们变吧。他说变就变。我说变也是不小的代价，应该是180度级的大转变。经过4年的精心准备，2012年，张新宇和梁红开始了他们的环球探险旅行。我几乎是完全放弃了生意，以前我还算是富裕，现在也是穷鬼一个，但我要坚持去这么做下去。我们更享受的是我们努力辛辛苦苦流着汗去挣的这些钱，花在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地方。现在我也是在探寻，人活着累的是什么？我要向你求婚。这事我不信。嫁给我。2012年1月30号，
张馨予在被称为北极圈的韩极奥伊米亚康兑现了他给梁红的第一个承诺，求婚。同意同意同意，他已经同意了。两年之后的2014年2月25号，张馨予兑现了他给梁红的另一个承诺，在南极举办了他们梦想中的婚礼。他们的婚礼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祝福。共同形成的世界观，共同形成的人生观，我们俩共同创业，然后共同吃苦走到现在，就要走到坐着摇椅慢慢变老了。怎么样，够浪漫吧？这两口子从小一块长大，一起走过30年，这中间那么多坎坷也没把他俩分开。有人特别羡慕，说你看人家把生活都过成诗了。可您想过没有，这份浪漫那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用心创造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他们俩的行动步伐始终是一致的，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一起努力的去实现它，彼此一起成长，这就是滋生幸福婚姻的重要土壤。下面我们要认识的这对夫妻，他们的婚姻生活可就没这么浪漫了，甚至可以说是很平淡。这是浙江省宁波市高桥镇祁湖村一对夫妻32年来的第一张合影。男的叫于训华，57岁，女的叫于亚飞，58岁。这张照片是他们忠贞爱情的见证。每天早上8点，于训华像往常一样带着妻子去采石场上班。每天早上过去把家里跟东西家里事体全部搞好，搞好以后搬下来，然后我说搬去。采石场是离于训华家最近的一家企业，为了照顾好妻子，于训华没有像村里人一样外出打工，而是选择到采石场当了机修工。在采石场，钱挣的不如出去打工多，但他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瘫痪了32年的妻子。于训华工作的地方离厂区门口不到100米，也就1分钟的路程。站在这个地方，于训华能一眼看见坐在门口的妻子。一旦看不到妻子，于训华就特别紧张，他总是怕妻子出什么意外。老牛怎么还出了事体？还周围有男人是吧？要作为一些家伙给没有办法的是吧。1982年，于亚飞在生完儿子后患上了脊椎脓肿，导致下肢瘫痪，那年他27岁。那我腿不会走路了。从此于训华带着妻子四处投医，可是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并且越来越严重。于亚飞除了面临身体带来的疼痛，还有内心无处不在的煎熬，她不想拖累丈夫，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娃子没了好一点，而且她再嫁个女人嘛，家庭好一点。于训华虽然知道妻子身体痊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始终在鼓励着妻子。你结婚了，我会走，但是我俩在结婚了，我走了，我俩在结婚多是你的两条腿。家里有什么事情啊，通通让我给你说。简单的一句话把于亚飞带离了绝望的深渊。不善言语的于训华默默包下所有家务活，一边照顾儿子，一边伺候妻子。心里面心是辛苦的，今天干嘛来的了是吧？跟一帮人过，跟
应该外去这个重点。就这样，每天于训华来采石场工作，于亚飞就在附近的小屋里等待丈夫下班。我这么偷来你，我想想我自己也想的呆了吧去。从此于训华开始了背着妻子的生活，每天上午工作结束后，他就回家给妻子做饭，把妻子送到家，他就直奔田地去了。除了工作料理家务，他还要打理田地，这块田地养活了他们一家三口，直到儿子成人在外打工，他才把其中的一小块田地变成了仅有的菜园子。他要让妻子每顿都吃上不同的新鲜蔬菜，以此保证妻子的营养。别看于训华现在做菜非常老练，其实他以前是不会做饭的。多年照顾妻子的生活，使如今的于训华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妻子刚刚瘫痪那几年，于训华是把妻子留在家里的。他每天上班之前都会把一天的饭菜做好，装在保温杯里，放在妻子能够得着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当于训华下班回家的时候，发现妻子一天都没吃饭，原来是保温杯打碎了，饭菜撒了一地。躺在床上的于亚飞看着满地的狼藉，万般无奈。搁这连暴力全部黄在一起吃不了的。从那一刻起，于训华决定将来自己走到哪里就把妻子带到哪里。于训华和妻子每顿饭菜都很简单，除了两盘蔬菜，最有营养的就属两个咸鸭蛋了。于训华总是包好鸭蛋，把蛋黄包到妻子碗里，这是妻子最爱吃的。饭后就是于训华给妻子按摩的时间了，这是每天必做的事情。医生交代过，每天按摩能疏通经脉，这样妻子才有望获得康复。一天一天给妻子下来嘛，根本也够三十多年了嘛。32年来，每天按摩40分钟，一共是7778个小时，折算下来就是324天，相当于于训华分秒不停、无间歇的按摩了10个多月的时间。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妻子腿部的肌肉没有萎缩。我连一点也没有，就是那个蒙子袄啊，什么感觉都有，是吧？经过于训华长年累月的按摩，妻子的腿慢慢有了知觉，可于训华的手却像松树皮那样粗糙，而且很苍老。这天下午，采石场里没有工作，于训华背着妻子出发了，他想完成他多年来要带妻子旅行的心愿。经过精心挑选，他最终选择了距离家10公里外的梁祝文化公园。车行驶了15分钟后，于训华担心妻子的身体不适，就在路边稍作休息。于亚飞瘫痪了32年，于训华寻医问药也询问了32年，这些年妻子买药的钱是于训华一分钱一分钱用双手挣出来的。他希望奇迹再次出现，妻子有一天能够站起来。我也想到我几年是吧，个想想嘛，想一个嘛，干嘛等好一个嘛个与好心灵的医生，我希望这块外嘴没有关系，就是那个通过帮我少一点，每天晚上好帮我睡觉，用手的也好一点，用手的干嘛个办法来跟我来干嘛个来跟我看一下。但是我再幸福，我两老的就是干嘛个幸福，就是干嘛个女王，对吧？10分钟后，于训华带着妻子来到了梁祝文化公园，这里的每一处景致都记载了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两人的这次出行是他们32年来第一次旅行。俺们到那可是从来没来过，自个得抑郁了嘞。你在拍吗？是。
需要是帮我救下。这难得的一次出行，两个人第一次用手机拍了一张合影。拍摄的手机是儿子参加工作以后买给余训华的，平时只是接打一下电话，这一次终于拍下了第一张照片。自从于亚飞瘫痪以来，这是他们两人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里于亚飞笔直地站立着，没人能看得出他是个瘫痪的病人，更没有人发现他的背后有一只大手在支撑着他的身体。这一刻，于亚飞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说不幸，于训华和于亚飞这两口子那真叫不幸。贫穷、疾病这两项当中，哪一项对婚姻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不幸发生之后，于训华他没飞，他坚守在了妻子身边。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用自己的双腿给妻子提供的不只是行动上的方便，还有坚强活下去的勇气。这两口子让我们知道了，维系一段婚姻需要爱情，更需要责任，而责任是婚姻幸福的保障。我是卢一鸣，明天见。